早安哦，今天天气比昨天还要好哦，感觉今天有好事发生，正式的开始潜水了，希望今天能够一切平安请安，看到大雾准备出发了，世界喜欢日 GO。 你干嘛？哇塞，这也太美了吧。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今年的世界喜欢日，其实世界喜欢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去做自己觉得开心喜欢的事情，不是四分五裂哦，是分散在各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宗旨。不一定世界喜欢是大家都要聚在一起，在这个时间呢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重要。所以呢，我们找来了比较没有在工作的建聪，没有上班限制的乔巴 Jordan 导游，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群喜欢我们野人七号部落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个野人七号部落世界喜欢日。今年没有大明星，没有很大的一群朋友一起共襄盛举，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今天的柏流送给大家，2023世界喜欢是在柏流，大家看一下多么美。刚一路过来啊，它沿路就会有鱼群呢，我就在说哇，是这鱼群太梦幻了吧，他们就习以为常。 Legend Story BeachIt's how Palawans find the schedule for turtles to lay the eggs on the beach. 这里就是海龟下蛋看得到的地方。在柏流，它会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故事板，可能会有蒙塔的形状，会有海龟的形状，上面都会刻他们当地的故事。故事板哦，对，它就是有点像一个挂在墙壁上的一个故事板。那海龟下蛋的季节什么时候？这里没有人研究，我们只有看过爬痕，但是它什么时候出生爬到海边还没有看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一个超级深的深海的颜色，以及现在这边有点浅的绿色，在这个交界处呢，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呢？有没有觉得好像在龟山岛去的那个牛奶海呢？我个人觉得蛮像，也蛮漂亮的，不能说更漂亮，每个地方在我们心中独一无二。所以我们交界处就可以转到龟山岛那个时候吗？切换方面，切。下去之后呢，每一个人往船头的方向游，游到这一个洞里面。板洞它总共会有四个洞，记得不要从后面这两个洞进去，因为你从后面这两个洞进去的时候，它上面可能会有白浪花一直把你往里面打，很危险。所以我们会从比较大的洞先下去，所有的人在水面上集合完之后，我们再做下潜的动作。要拍的人可以先下去深一点，由下往上拍，会有那种耶稣光这样洒下来，水哦，漂亮。下去之后呢，因为我们要进去龟种，洞中洞会比较稍微深一点点，不要在蓝洞里面待太久，我们直接先进去洞中洞，注意一下自己的免减压时间。洞中洞会在蓝洞下去的左前方，它会有一个这样很大的一个半圆形的入口，入口旁边你会看到有一个浮球，它是一个指引绳，你们进去的时候只能一个接一个进去，不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可能会撞到那一颗球，或者是会扬沙，如果那个绳子断掉的话，大家就跟海龟一起待在里面。你不要吓他卖拿卖拿，我还有木木啊。那进去之后呢，手电筒一定要准备好，它的洞会很大，所以你们不用太紧张，因为它进去的时候还有一点深度，所以你们一定要稍微贴着定油，不要太深，看一下自己的电脑表，慢慢踢就可以了。进去之后你们会经过两个残骸，第一个右手边它没有非常的完整，它可能只有贝壳，往前走会有看到有一颗头会在前面的，会比较完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出洞中洞，当我们在要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细微的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们的手电筒关掉，这个细微的光源。那时候你会觉得超平静。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在蓝洞里面拍照，它里面会有一个纪念碑，你们大家可以先去拍。后来我就跟你们讲故事。下水喽！下水前，我还是要跟豆腐说一声，真男人啊！昨天老婆这样子有开心吗？有，有回去晚上约一下了吗？这是每天都有的吗？Difficult. I never really know what is going on. Let me know. Well, I already don't. I'd be grateful.
哦，超级无敌棒的，不愧是帛琉。豹纹鲨。豹纹鲨，我以为是长尾鲨哎。帛琉不失望。帛琉不失望，帛琉不失望。可是我想反问一下这位刘医师，你到底看得到吗？你这个起雾到底夸张哎，还不够喜欢吗？这一潜，你还不够喜欢吗？洞里面大家都在嘛，也没有很害怕，可能是导潜揪的让人家很放心的地方，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有那种恐惧感。等一下还是要请钟杰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有什么故事是我们必须上岸之后才能听的？刚刚蓝洞那个牌子是有一次在这边浪很大，结果三个日本人他们就执意要潜水，结果后来就死在里面。后来日本人他们就为了纪念他，所以就直接在那边立了那个牌子哦。当然不能对死者不敬，但是他们就是坚持要下一个不能下的状况就对了。对 ，Jordan 那时候好像还在。Just experienced diver who dive long time and always come Palau, and they decide to go inside by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time, many people say we are very good divers. We can go by ourselves. 20 years ago, every year have one or two Japanese.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几年前 ，Before 2000，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请专业的潜导就对了啦，我们也要在适合的时间下水，这才对的，好不好？准备下一期最强空拍师见钟，起飞，起飞 ，Oh yeah！ 欢迎收看《野人起航部落》，今天是世界奇葩。Jordan 收到线报。Now have a confirmation for people take video for great white shark. Yesterday have a fishing derby. Sometimes shark bite. And yesterday have a bite and they bring in is a great white shark. So I think now Palau is safe to say Palau have great white shark. 可以看到鲨鱼了！可以看到鲨鱼！哎，刚刚不是应该是你的？不是，这是很危险的。通常他们在帛琉是不会有看到这个大白鲨的状况。他们昨天钓鱼的点离这边算是近，所以他们就可以讲说在帛琉已经看到大白鲨了。会不会我们潜水的时候就直接过来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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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噔噔噔噔 ，Baby Shark。现在正在有大白鲨的帛琉潜水，你要准备好下去看一下。蓝角，大蓝角，把你的蓝角拿出来。今天的第二潜要下蓝角。流虾是有点这样子的状态，你们要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它有可能会随时换流，所以有可能会定流。先从 incoming 下去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快一点游到脚的地方。流如果很强的时候，我们不要贴着峭壁游，我们在大蓝水的方向前进，再切到脚的地方挂流钩。如果没有流的话，我们就是顺着这个峭壁开始往脚的方向前进。请问一下，底下会有看到什么生物呢？哦，这里看到可多了，杰克鱼群、红鱼群、黑气胶鲨，没看到东西算是衰就对了，算他的。
风暴、巴库达风暴、鲨鱼不想看、一堆石斑、超大 GT、超大 GT。再次谢谢摩安娜，谢谢柏流，谢谢终结 Jordan。据说还不止这样，世界喜欢的怎么可能只让你这么喜欢而已呢？我们会超级喜欢。等一下要去德国水道，里面呢会有厉害的生物，叫做贝塔。我们现在人在德国水道，当初是德国人炸的嘛，二战炸的，那炸出来的原因就是要运送嘛。他不是在二战炸，他在二战之前炸，就是他们以前来临化，所以为了要缩短船程，不然的话就是可能要绕圈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现在里面有船出来了，那我们可以配合一点空拍，让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意思。To me you're a goddess, baby let me show you what I'm about. Call me a lover.吃中餐，这时候只会有一个人说啊，没有遮蔽物，我没有伞哦，就是我老婆。我们现在在柏流的水里面，你先看一下、哦、这个平面，这个蓝有多少颜色？这个蓝是什么蓝？柏流蓝。柏流的食物啊，目前还没有让我失望过。虽然说它搭太凉地下吃，可一点都没有那种热的感觉。吃饭喽！吃饭喽！好舒服哦，等一下一定要在沙滩上好好玩一下，是不是看完这一集都心情好起来了呢？我觉得最近呢疫情结束嘛，很多人就开始忙着出国，可能就是去日本啊、韩国啊一些城市，突然之间上网看了一些影片，都是这种城市的影片。那我自己就是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 outdoor 行程，所以我出国呢还是拍这种比较度假 feel 的一些 vlog， 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看，让大家心情变好啦。虽然说你可能没办法来，或者你也有计划来，总之呢这影片就是要让大家心情好一点。倒立教学，屁股抬起来，左脚收起来翘屁股，右脚收起来翘屁股，然后慢慢去调整重心。哇哦，重心调起来，很好，我需要练习一下，记得手要用力哦，要不然你脖子会受伤。啊 ，key 的一次就成功，好棒，厉害，烂烂，哎呦，很好，接近了，再收一点，很好，哎呦。嘉选德国水道这边总共有三颗浮球，我们在最里面的这一颗下去的时候，它是一片碎珊瑚，大概落在七八米左右，沿着碎珊瑚在左手边往清洁站的方向前进。清洁站就是会看到 Manta 在一个石头上，上面会有一些小鱼会去清洁，有时候会有海龟啊、鲨鱼啊，都有时会在那边清洁。第一个清洁站大约是落在12到15米左右。到清洁站的时候 ，Jordan 会跟你们比那一颗石头是清洁站，清洁站手是这个样子。假设如果看到清洁站的话，不要靠它太近，因为有时候 Manta 本身会有一些灵性，有人在那边或有鲨鱼，他们可能就不太会靠近，因为 Manta 它本身是野生的，它不是圈养的，没有办法跟大家说100%的约。
5到10分钟都没什么动静，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鱼可以看的时候，会慢慢往第二个清洁带移动。中间会经过一片沙地，沙地上面会有很多的花园鳗啊，有时候会有鱼虹，或者是今天早上有看到的豹纹鲨，有机会在那边出现。第二个清洁站大约在18到20米左右，那中间有时候也会遇到梭鱼群啊、夜鱼群。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第一个跟第二个清洁站中间。到曼塔的时候啊，身体摆越低越好，这样他才有机会从头上这样飞过去。请问一下教练，清洁站到底是什么东西？清洁站最主要是一些大型鱼类，它身上可能有一些寄生虫啊，或者一些藻类啊，会有一些小鱼、清洁鱼、可能裂唇鱼或者清洁虾到它的身上，这样子它才比较健康。Manta 是专门吃浮游生物，为什么会一只跟着一只？就是因为它这两片肉会聚集那个浮游生物，让它进去它的那个嘴巴里面，因为它嘴巴都永远都这样。为什么后面那只要跟着前面那只呢？因为前面的没捞完，后面的跟着捞，继续捞。Did you pack the flashlight, the blanket, and the mat? It's a real adventure, the trail you're looking at.I'm glad you came for a while, I thought you might be bailing. Is that the same yellow shirt you used to wear? But 1,000 years seem like almost no time now. This guitar right here, do you still remember how? I played for you, I was crappy, but you sang along and I thought you knew I could die to keep you near. We've got a fire in the tent, it's 5:30Useless words. What you said, what I said, that might have made it worse. We're here again at the same spot where we kissed the first time. I swear my pain's far away, long gone by now. We've got a fire in the tent. It's 5:30 a.m. Let's be the kids who left get in trouble.5:30 a.m. Let's be the kids who left get in trouble again. That star's gonna. 他是 M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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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披个毛巾吗？谢谢小姑，今天这么累，还上来还要演 Manta。也就是说，我们先过去第一个点没有东西，再游到第二点没有东西。正当我们要放弃从第二个点游到第一个点的时候呢 ，Manta 从后面追上我们，然后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经过就是这个样子。这次就是通知潜 Eagle Ray、Sting Ray、Manta， 还有大理石猴通知潜，希望大家会喜欢。几乎把海里的东西能看的通不浪，这一场我们通不浪。我们今天的潜水潜完了，然后我老婆呢非常感谢岩七号部落摩安娜这个潜女，我老婆超强，她一天解锁了一个潜水员一辈子看过的生物，我老婆人品大爆发，在影片里面真的感受不了那么大，真的超级无敌大只哎，完美的一天，世界喜欢日继续延续下去，我们还有一天的潜水。